诸佛啊，救万寿众度法啊，精进勇猛，力无所畏啊！那处众立根，说法无畏，持戒定慧，解脱自在呀、佛本具觉性啊！这从无始啊，一直到现在，佛陀所亲近的是一千万亿诸佛啊，所以啊，精进不断的精进啊，所以救援来呢，所修的众多法，那就是啊，精进用力。力无所畏，因为精进啊，对佛觉悟的法啊，也非常的定吼、一点啊都无怀疑呀、这种的心非常的稳定，咱凡夫啊的心信用啊。都是无法度稳定落来，所以咱一力啊都无够啊。有时阵啊，信佛修行啊，就是爱祈愿佛的加持啊，菩萨的加持。其实呢，诸佛菩萨来人间。向咱说教，讲真多的法来教导咱呐，要让咱人人家己呢，自己反观自省，发觉家己有清净的本性，这是佛陀甲菩萨啊来人间，一说讲真多的法。就是啊，要让咱了解，咱啊也要相信呢。那就是啊，往来家己找出咱的角色，唔是干那一点呢。信佛，就是求佛菩萨来庇佑咱。这安尼呢，也个是小行，也个是凡夫哦。那呢？幸福佛陀一旦加持咱的力量呢，就是让咱明白，让咱了解，咱也要信受奉行。所以处众立根呐，说法呢绝对无所谓哈。佛一觉悟了后，也力信力。坚固啊，所以在人群中说法无畏吼，不管是什么款的，我都教来闻人呐，伊呢都会当安尼真勇猛，就是真笃定呐，真勇敢，好亲像一个烈士呢，入迄个战场中共款呐，他为着要教。这个正法推向人间啊，所以必定爱积聚这种勇猛的力量，必定呢，处立群众中啊，向大家人说法，无有畏惧吼。那当然啦、这就是爱有持戒定慧解脱，才会当自在。戒定慧啊，是咱修行者呢不可欠少啊，三无六行啊。咱智慧从佛法求来，入咱的心啊，都无去给它漏掉去吼。法在咱的心中，
应该是有情无假嘛，安尼呢，才叫做无老。啊，昨听的今仔日袂记哩啊啦，嘛就是叫做老掉去。再去听的呢，啊，过无偌久的时间，境界来的时，烦恼又是复生起来，安尼都不得解脱啦。因为呢，咱这戒定慧无伫心里啦，所以呢，烦恼啊，真紧就入来了吼。啊，有着什么境界呢？那就是啊，心烦啦，忧愁啊，好亲像呢。烦恼一时安尼拔掉嘞，不得解脱。咱学佛啊，佛陀就是咱的理想，是咱的目标。那咱向外对佛看齐，向内呢爱家己呢，自己找出了咱的佛性来。咱虽然是凡夫，这份呢。智慧觉性呢，甲佛相比较无较减啦，只是呢，被烦恼覆盖着，烦恼破开啦，那就是觉悟啦。不管什么款的境界来的时，就是让你安然自在。所以呢，爱持戒啦，心爱。定啦，咱的慧命才会增长啊，才会当解脱自在啊。这些咱学佛者呢，爱对家己常常自我警惕啊。咱向佛陀学佛为咱说法，咱爱用心呢，信受奉。行啊，下面呢，咱就讲力无所谓禅定解脱三昧吼，力无所谓爱记住呢，禅定解脱三昧才有法度呢，力无所谓哦吼，那意思就是讲这个力量吼。那无所谓呢，力有实力啦，吼。所说一切的教法，咱拢会当奉持吼。那再来就是无所谓啊，无所谓就是素无为吼。那这素无为呢，就是讲说尽苦道无所谓，因为众生啊，在娑婆世界苦不堪啊。佛陀就是为着这一大事，所以来人间呐、啊，要向人间呢开始说法。佛陀说法啦、啊，讲上多那就是苦，因为开头啊，转四体法轮的时，第一个法那就是苦，所以说尽苦道无所谓。佛以大众中说戒定慧定正道法而无畏心，这是佛的力量啊！他
对人间呢来宣告，人间啊，无不都是苦啊！要叫大家人安怎样会当了解苦啊？就是一种种的烦恼来啦，啊，这些烦恼呢，一念偏，千念错啊！这一错呢，自然啊，都会去行。念错呢，那行都错，所以就跟咱家讲哦，爱持戒。那要修行啊，第一步数呢，就是咱爱持戒。你要入佛门啦，第一道门呢，就是五戒十善。那咱那会当对这个第一道的戒开始，啊，慢慢向前了解呀。世间这么多的苦难，这么多的错误啊，那应该呢，咱来去修道，心愈了解这个法了后呢，那心呢就愈有定。你若有持戒啦，自然就较未去犯错。所以佛陀呢，来人间啊，立大众中为一大事，说。尽苦道无所谓，吼，向人间说苦。就事无所谓呢，好，甲大家人分享讲哦。第一，那就是一切地无所谓，佛陀的一切地啊，了解世间一切诸法，所以呢，伊拢总了解啦。也个有虾米可畏呢？所以佛在大众中说一切地字。无畏心，佛陀集众呢，在一切众生啊，要向人人解说这个法，希望人人呢，会当增长世间一切诸法的谛，谛叫做分别谛，是非你拢分得清楚啦。种种的法呢，是正是邪，你分得清楚。这叫做分别谛，吼！所以伫这个大时代啊，真复杂的人群中啊，人我是非啊，咱爱好好也要分别。所以佛陀呢，来甲咱讲，一切谛无畏心，这是佛的谛，吼！还希望咱会当改平等啊，会当得到这个。一切地无为的心，第二呢，那就是六尽无所谓哈。那佛陀呢，就是说断尽一切烦恼而无为心。咱会惊，咱就是是非分不清楚啊。啊，咱的烦恼，那就是呢，这个，哎呀，未。灯啊，药啊，未尽啊，这拢总是烦恼啊！不多呢，用各种的方法施教，希望咱会当了解啊！啊，人生无常啊，什么时阵呢？刹那之间啊，无常现前啊，苦不堪嘛！那有理不尽呐、啊，一年夜市呀，大地动啊，啊，大家人也过会记得无？伫迄个瞬间，会整一秒钟，大家人充满了美梦，大家人充满了欢喜，或者是呢，哦，有真多的希望，不过。的瞬间啊，看这种的无常啊，
伫人间，所以讲起来，这真正是人生无常哦。咱应该不多啦，从真久的以前是安尼，未来的世间呢，愈来众生愈做的业呢，愈来愈多啊。所以啊，这个行住坏空啊，人诶。道理啊，一直呢，在心中消失去啦。原来呢，一道路是这么像空中，这么像地啦。道理呢，这本来都有，就是人已经把这个道理模糊掉了啦。所做作的业呢，愈来愈多啊。所以安尼呢，众生。穷业啊，如来呢？迄、那个灾难啊，好平团啊，好咱真烦恼呢。那烦恼有路用无？只好呢，就是爱较精进呢，赶紧大家人人间菩萨救生啊，安怎呢？来改变，安怎样？好咱的地球呢？那呢？世间大地啦，会当稳定。要稳定大地啦，保护资源，唔通阁受损失。那唯有呢，都爱四大调和。四大调和呢，就是爱看人人的生活。人人的生活啦，那会当上轨道。较积极，人人呢爱。会晓知福、受福、多做福，只个只个代志，放伫咱的心，用伫咱的日常生活，安尼呢，自然啊，天地啦，都会当较平安啦。所以佛陀呢，讲真多的道理呀，说尽一切烦恼，吼，要安怎样来断？断除一切的烦恼，那都是爱的。从咱的日常生活中开始，再来第三呢，就是说众道无所谓哈。来障碍咱的道行呢？什么代志来障碍咱啊？和咱事事行不通啊？和咱啊道理袂当达，吼、哦，那就是咱心啦、啊，要够有邪，邪就是无明，吼、哦，这个邪啊，就是未了解啊，有定沙邪，邪无明。亲像丁沙同款，遐尼多啊，遮尼正多的无明，所以惹来了这个业吼、哦。所以啊，这个业力，家己所做的业力呢，来障碍咱的道法，障碍咱要行这条路啦，哎，法啦。所以咱唔知方法，那道都不通咯吼、哦。所以佛陀啊。就是来甲咱解说，安怎样呢？才会当互咱去除这个障碍吼，互咱这个道法会通。这一定呢，人人爱多用心去体会啦。所以佛呢，有说行业定诸种法吼，甲咱说明啦。啊，什么款的业啊，惹来什么款的因果，这种呢？因缘果报都是在所有人的生活中，安尼所做出来的因果啊，来障碍咱真多的道法。所以啊，佛陀说法无所谓。第四呢，是说真空。
苦道无所谓吼，那同款嘛，就是说戒定慧，可能怎样苦啊啦？那佛陀开始甲咱讲，要安怎样会当离苦啊？咱要爱离苦，都爱修行吼，苦集灭道嘛。安怎开始修呢？就是爱戒、爱定、爱慧，安尼呢，才当真住苦法。再来呢，就是禅定思维整理。禅定呢，其实呢是爱咱好好啊来思维啦吼。那静心真静啊，寂静清定嘛，这就是禅定的境界啊。所以咱的心呢，上寂静吼，那尤其是心。定志于一境，心卖讲吼，啊想过去啊的杂念，或者是呢未来的梦想，咱呢，这拢爱起的，心爱定在一境，这就是禅定啦。凡夫啊，那就是受轮回的苦，所以不得解脱啦。但是诸佛菩萨啦，已经得到解脱，绝对无过受着轮回啦。一来人间呐，拢总是随着众生堕驾诸旁来，唔是呢？因为业力牵引来，唔是哦。所以呢，诸佛菩萨拢总是。在禅定解脱中，所以各位学佛者，佛道就是咱要行的目标，咱要到佛的境界。但是咱爱反观自性，那向内找出咱家己的本性来，所以咱必定呢爱好好啊戒定慧吼，好好修啦，唔通讲吼。安尼心一点啊烦恼乱了咱的心啊，这就是咱来时时多用心啊。